哦，我刚刚讲到一半啊，说这个法殊胜在什么地方啊？我差点忘了。我们那个在念后面不是有一个要收摄的时候，嘘嘘，就那个只念那个种子字。然后你在念它的时候，你就想，就从心然后到顶，嘘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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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。到最后要走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慢慢推，然后推到哪边呢？推到你头顶上的阿弥陀佛的心里面去，这个就破瓦。就我们到要往生的时候，你掌握那个时间，到时候就用这一招就好，那绝对圆满，100分啊，凭自己破瓦。不需要人家来帮你泼啊！啊，现在你已经有功夫了，你天天都在练了啊。那当然，现在我们天天在练的时候，不要太用力啊，不要一直冲啊，一直冲了、啊、没有，只是小的这条路就好啊。因为有时候太用力头会痛，嗯，不要太用力，就慢慢熟悉它，拿捏它，在练的时候，慢慢感觉它。那个字怎么念才好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是我自己在念，也会发出很多不太一样的声音出来。一样是这样念，但是你哪一个部分用力量不一样，就出来的声音就不一样。OK。